保时捷在去年的11月份、在上海发表了他们全新第三代的 Panamera 系列，近期他们又在2月份的时候又推出了两款全新的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，分别是 Panamera 4 e-hybrid 和 Panamera 4S e-hybrid， 前者可提供470匹的纵向马力，而后者呢可以达到544匹。我们先来聊聊之前在上海所推出的 Panamera Turbo e-hybrid，它是采用了全新打造的 4.0 升 V8 的一个双涡轮的增压引擎，全新开发的电动马达具有190匹的最大马力，两者结合后呢，可产生680匹的一个纵向马力，纵向的扭力呢，则是来到了 94.8 公斤米的一个扭力，而且0到100的一个加速仅需 3.2 秒就可以完成，极速来到了315公里，而且其配置的电池容量呢，则为 25.9 千瓦，使这个 Panamera Turbo e-hybrid 在 WLTP 的测试之下呢，具备了91公里的纯电的续航力，并且搭配了全新11千瓦的交流电车载的充电装置，可将这个充电的时间缩短至2小时39分。而此次所增加的两款 PHEV 动力车型均搭载了 2.9 升 V6 的涡轮引擎。 Panamera 4 e-hybrid 车型呢的一个引擎输出为304匹，油电系统呢的一个纵向马力则是达到了470匹，纵向的扭矩为 66.3 公斤米。如果与前一代的车型相比最大的马力增加了8匹。而根据原厂的一个数据0到96公里的一个加速成绩为 3.9 秒，比前一代快了 0.3 秒。而另外一款更高级别的 PHEV 车型就是 Panamera 4SE Hybrid。就这一款车型而言呢，它的引擎输出为354匹，最大的纵向马力为544匹，纵向的扭矩的输出为 76.5 公斤米，0到100的一个加速就官方的一个数据为 3.5 秒，跟前一代基本上是相同的。这两款车型同样是搭载总能量为 25.9 千瓦的一个锂电池组，较前一代车款的 17.9 千瓦的锂电池组增加了 45%。此次第三代的 Panamera 的一个大改款拥有了5052、1937、1423mm 的一个车身尺码，整体的车格跟现行的款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差别的，在外观上面呢，仍然维持它经典的四门轿车的一个设计，再换上与现行凯宴相似的新款矩阵式的 LED 头灯，而且大家可以在它的车头牌照框上方可以看到它新增了一个进气口，重新调整了它整个车侧的车窗的一个线条，并且重新塑造了它强调动感的一个特质的视觉效果。在车窗内部的一个设计，拥有与现行凯宴相反的一个水平式控台的一个设计，搭配环舱氛围的一个照明，营造出更显著开阔的驾驶感受，同时导入了 12.6 寸的曲面数位仪表，12.3 寸的触控萤幕的新时代的驾驶界面，并提供 HUD 抬头显示器与副驾驶座的资讯萤幕作为选配，可进一步的强化科技的一个氛围。而 Turbo e-hybrid 内装则加入了涡轮黑和这个碳纤维元素作为点缀。在台湾市场的部分，在去年在上海展所发布的车款的时候呢，台湾保时捷也同步释出了整体的一个售价，提供了三款的车型的选择，价格为574万元起。对于此次全新第三代的 Panamera 的一个大改款不知道有没有满足兄弟们，不管是在性能上或是在整体车舱内部的空间上面的使用，有没有满足各位的一个需求，记得跟哥在留言区分享一下你的看法，也提供兄弟们一个参考的依据。爱车的朋友记得订阅哥的频道，兄弟们小小的一个订阅与按赞的一个动作，对于哥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前进的动力。希望哥今天的分享你会喜欢。 See you next time.